Category G1 Children's Choirs mit 24,72 Punkten, ein goldenes Diplom Level 5. With 24,72 points, a golden diploma Level 5. The winner is Pusangaland Children's Choir.就是一个学校的一个社团，初衷就是陪伴他们，让他们知道有人关心他的未来。我会想唱歌是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两个唱歌都很强，就想说去学和唱会不会比较好。就开心难过的时候都喜欢哼哼唱唱。 歌词不要旋律，歌词他的名字，这么难微笑吗？戴了自己的头饰，各位，再一次。 调整一下你的心情，调整一下你的服饰。 圣乐这一块部分，它并不是我们最擅长的。我觉得经过今日大师班，孩子是有信心，对，那有安全感。那其实常常跟孩子说，其实每一团都有它独特的声音，都是非常棒的。对，那今天我们如何将自己的特色分享出去？那其实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。 我会认同这个团体，是因为我大女儿先进来，她越来越好，然后变得很开朗。她想要一个东西，或者是想要达成一个目标，她知道那个过程是需要很辛苦的去付出。 The 11th Johannes Brahms Choir Festival and Competition 2019. <音>在国外唱自己家乡歌谣的时候，就是会很骄傲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，也没有接触过我们的文化，也很谢谢自己的身份跟其他人不一样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些文化跟人家分享。 Thank you.
在发呆。四个孩子来讲，今年应该是他们最后一次跟着团参与比赛，毕竟年龄到了。每年孩子来来去去非常的多，就是因为十年毕竟是蛮漫长的一段。大学了，那我们期待他有更好的发展，那我们会祝福他们，也会一直的支撑着他们一直往前走。希望的母语叫做不赞阿兰，不，它就是一个推理的意思，赞阿兰就是很困难的意思，在困难的环境之中，你还是要给自己推一把力量，你就会看见到希望。